我这还是热乎的男宝宝，我昨个生的，今天就来分享了。精神头还挺足，是顺产。说说症状：一，从怀孕小怀开始，肚子特别硬，就像有石头块在里面一样。我听我们那里人说，女孩的肚子是懒的，男孩的肚子像石头一样，这些他们都是有经验的。二，我就是知道怀孕之前做过自己生孩子的梦，没过多久知道怀孕之后就想起这个梦，后来梦还到过大蟒蛇。三，孕后性冷淡，老公有点受不了的时候，我只想和他分房睡，觉得好吧，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四，孕后我婆婆打麻将光赢，那些姨都调侃是我怀孕给他怀了个大孙子冲喜。五，臀围偏大，与腿长的距离很少大于二，而且数据是比正常要偏大几周。六，因为好奇找育儿医生看了下 B 超和四维单，说是男宝，准了。七，胎动左打一拳右打一拳的，有的时候连滚带爬，说实话有的时候都想睡觉。八，看着肚脐眼很深，有点往里陷进去，觉得都能放一个笔。九，很勤快，平常起的也早，起来没事干就出去，不喜欢待在家里。10，肚子不圆也不尖，说不上来，后期像宫缩一样一个包一个包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